我叫布林姐，我是一个农夫，我的同伴们都消失不见了。需要代志的是一群用着我们皮肤的村民。事情要回到几天之前，我在经典版 MC 上下载了一个名为《阿阳家族大冒险》的模组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下意识的忘掉了这件事。回到游戏后，我发现我的小伙伴们都消失不见了。直到昨天，我才回想起来，我下载了模组这件事。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找到他们，要不然我一个人在这里生存也太难了。应该从哪里找起呢？既然这些村民都披上了我们的皮肤，那就从他们身上开始找线索吧。既然只有我还在这个世界，说明披着我皮肤的村民一定有问题。我来看看，你的家伙卖的是什么东西？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线索，这是不是要把它的等级提升到最高才行呢？那我来试试看吧。绿宝石，我记得之前大家都在的时候搜集了很多。来吧，让我来看看升级以后你会卖点什么。2000 years later。最终的交易道具是半线钩和虚弱之剑。半线钩，我明白了，要去的地方一定有红石机关，只要找到半线钩就能找到小伙伴们了。不过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正确的解法，小伙伴们，你们也可以去手机版 MC 和中国版电脑端下载这个模组，来帮布林姐一起想想。